讲到彰化是传统戏曲南北馆发展的大庄啊，也是全台湾唯一有南北馆戏曲馆的馆址。戏曲馆即马有开始甲学校咧合作举办文化体验，是邀请去馆的艺师来教课，望传统戏曲文化会当继续传承。囡仔讲落拍鼓，学的是南馆当中的下戏馆，有相声、叫锣、戏地、哎呀等等。学生头摆接触到这个乐器，拢感觉真新鲜。听到迄小锣的声，感觉有学到新的物件。是快，因为那个老师摇的比较快，我摇的比较慢，比较难摇。彰化县是全台湾唯一有南北馆音乐戏曲馆的馆址。为这学期开始，戏曲馆参彰化县内的学校合作举办文化体验活动，让学生实际捧乐器、听馆歌、精彩的演出。我看的谱较无同款，所看的是公车谱，因为小朋友嘛，所以我就用较近代的唐诗宋词、回乡游子带动，让每一个囡仔较容易接触。特别南馆内底伊咧唱曲，哈，是用即个泉州腔，会当将咱的高音会真重视会当保留落来。我感觉对咱即个文化保存是有真重要的价值。立冬相见不相识，恰逢天降何时来？彰化是南北馆音乐发展正重要的所在之一，毛姐姐成立超过百年的馆阁，望透过体验活动。好，这项已经在台湾发展两三百年的传统戏曲，会当继续传落去。记者杨淑晴，彰化报道。